去这细碎，像遗忘的飞蛾，让它把天都染黑，越追越下坠，即使最初你有多你刚刚问的右边对不对？对，我想看一下左边的朋友在哪里。再次啊，左边的朋友在哪里？还有中间这群朋友，前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的县长跟县长夫人。Hello， 县长好，县长夫人好。还有县长跟县长夫人以后。中间朋友，你们在哪里？我好棒哦！今年真的很特别，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光复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光复来。哎呀，我之前没带你来呀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光复其实原来在花莲这么远的地方，但是虽然是在这么远的地方，却没有因为偏远，然后让现场的朋友或是在光复的朋友。没有这么棒的音乐会可以看，你们说对不对？真的要非常感谢这次的主办单位，而且要很谢谢我们的大家长、县长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长官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希望唱一点抒情一点的歌给大家听。好。